相信在追奋斗吧少年的朋友们都被剧中各位大佬狂拽炫酷的球鞋给闪瞎了眼睛吧。那么演员们在开拍前的实训还是这么轻松吗？让我们来到训练场地看看吧。教练，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跳，你左脚跳啊！喂，你以为打篮球了？